这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今早起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段第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，这是耶稣的登山部分内底啊，记载在内面的一部分。那么第五章到第七章，就是讲登山部分，伫内面有十个段，这段啊，福气。论福，论修分，啊，论这个啊，安宁，论救助，啊，听必要，而且啊，写诗，这中间的祈祷，论敬谢，论真的财富，论人心内的光，这中间的论这个，啊，就小结论，到第第六章二十四节。就拄啊，咱遐读经文内面，伊讲咱两个主啊，选择一个来侍奉。这两个主中间一个属天，一个属地，一个是光明的，一个是黑暗，一个是上帝国、上帝掌管，一个属于魔鬼掌握。咱看下来的原则性，那起码呢？古天的一个，我的上帝国甲上帝的旨，啊，对照人的生活、人的意求、人的假设，啊，耶稣的教讲爱寻求上帝国甲上帝的旨，那是安尼，只系后边只系咧求人咧求者。会先刷好人，以求的问题就是人的生活的问题，也就是咱人人生的问题。耶稣讲唔免看路，咱想看嘛呢？咱讲真正唔免看路吃的。啊，就是呢，咱看，根本甲咱讲，一千不少。伊也无伫遐静坐，无伫遐修行，无伫遐接触，也无伫遐劳碌，上伫遐来养生。妖怪花草，碧荷花，灿烂美丽，上帝来打扮，来赞叹，动物是为了生活生存。创造者替别人付出，经文里向讲，你我拢比车更贵去。若是安尼，咱是不是更加清醒？上帝会更加付出。主耶稣安尼讲，唔免要求车的清洁性，安尼根据是什么呢？咱的要求，根据你创世的章，上帝创造亚当夏娃，迄个时阵，上帝负责来要求亚当夏娃，伫爱的乐园内面，唔免烦恼穿食要穿什么，食什么。总是咱人犯罪以后，受赶出爱的乐园，脱离上帝的国度，脱离上帝掌管的所在，生活在无上帝的世界。那是安尼，人开始烦恼焦急。虽然是安尼，这个听那上帝，伊有缘有份，咱呐，一只温温劳苦努力，咱生活是唔免烦恼，因为人犯罪所得受咒诅，遐一生劳苦，底下爱
官老官民，伫遐在当得着上报。这上帝永远有缘甲我，甲你，甲我，咱同在。总是人继续犯罪，咱看伫圣经记载，兄弟的中间三少，咱看伫受分三省，自私道歉等等，渐渐啊，做出我吃的无道德的代志，到今到今下先，咱生活的中华，咱我看咧有比有人讲啊，做一个中华，咱才感觉真见笑。我按你话，咱唔免见笑，是上帝惊，因为咱战争唔知有人无吃过这款恶心药，唔来看讲到底台湾是安怎西游记的遐济，是安怎感情的遐济，是安怎糖尿病遐济，这到底是安怎三生？因为家、性、心安的问题。那是安尼，咱要怎样来做？要怎样来过生活？耶稣才讲叫咱唔免为着吃先来忧愁。我那真好，敢唔是？唔免为着吃来忧愁咧？总是呢，啊，唔是叫咱的爱病痛，唔是叫咱的爱安尼唔免做工。上帝面祝福这病痛。咱爱早早起，唔通贪恋的眠床底下困到真晚。这圣经明明记载这中间咧，何咱知影？伫四篇五十七篇第八十七节有我伫遮，唔通伫咧中间咧啊，无什么代志通做，何咱知？咱有缘，唔好伫遐。讲一寡吃的多路用的话，底下爱挂杨树丁丁吃的，豌豆等爱，都话豆花人数十二章十一章，爱讲温困最甘无嫌劳苦，唔通贫惰，心内爱火热烧烧一家，来恶世主，真感谢咱的兄弟团结阿弥。唱歌这样的水，这样好听，哦，这温困认真拍拼不参悟，哦，而且安尼拍拼毕竟年龄唔长，啊，未到几万岁啦，哈，总是上千应该拢有啊，哦，哎，安尼拍拼安尼，啊，毕竟可能五十万打折，啊，哎，啊，辛苦用命认真拍拼，这是咱地方教会福气，叫做永远有福气，啊。咱幸福，吼、哦，咱遮个，这是咱安尼认真对待，这是少年人，少年的团体，袂像个咧，甲咱得有个，讲伫圣诞节迄早起的欢喜平安，迄早起的福气，上帝所给咱的。所以遮咧，哎，反正安尼在做一日中间咧，哦，咱呐有这个福分，有缘会当参悟。安人居多后边无会有，其他这边是少年，这边是啊五十岁以上，这边是五十岁以下，啊，拢总是参加四班的吟诗俄罗少年。所以讲，咱看伊基督徒，耶稣讲先救上帝国，啊，上帝国去。啊，咱若看了这个信教，咱会啊。台湾阿哥有真多人无信主教，因在找求心，个人的生活优先，啊，唔是，咱在做，咱是另外想去找咱的个人的生活优先，你找家己，那是咱最基督徒，唔是安尼。咱伫这中间，请问在做下的几位，那生活？在找求，在敲锤，在对锤。咱的第一优先是什么？你唔免甲我讲，也唔免甲其他人讲。你心内问家己讲：啊，我一生在这咧找求的，第一优先的是什么？
第一优先是，有时阵咱甲想起，一个人真恶的，是毋是知影？把伊一生咧追求心，伫遐持续不断咧追求，伫遐咧烧水咧堆砌，一个成功的人要去找讲，要搁较成功咧，一个失败，伫遐讲啊，我要怎样有新的愿望？有钱的人，敢是讲要去找，有较有钱的。啊，那赢的人呢？敢不是要去找赢较济？伫心内真深的所在，伫遐咧讲啊，真黑暗，未够深。伫人生的旅程的中间，不断的憔悴，不断的追寻。不断地对吹，阿拉亲像四季春夏秋冬，安尼不断地循环。伫遐，煞只有只人健康的，也是破病；聪明的，也是只无功的；有主管的，也是无主。拢伫遐不断地找，不断地憔悴，不断地追求。目的呢？啊，咱得着啊呢？有钱啊呢？赚着钱，我讲你个无够呢，你去赚较济。有名声呢？啊，你无够呢，你去较好呢。有地位啊呢？无够呢，你去较好呢。拉钱的，找到以后，我继续目标在遐。那是安尼，咱看伊敢不是？人的欢乐三千，人的痛苦三千，人的忧闷情感，有人伫遐中间就困袂去。咱看的人生，亲像安尼。追追，追求对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意义就是在中间，因为你在追，就表示你手阿哥无客气。你要在追寻，表示你现在无把握到迄个物件，敢不是？安尼讲起来。也就是讲，我伫这中间阁继续咧做这个，所以呢，起码伫我手中诶，这阿个无法，这无，等于无存在同款，等于帮助这个人或这个人，未记着家己现在所拥有诶、所有诶，因为伫遐搁咧吹。阿苏里娜已经把伊满足阿伊现在，你都别个底下讲啊，我个出息，互家己袂记起，家己现在所有，各位，咱想看嘛，咱在偌久无去欣赏着咱目前所有会当掌握着。真好，的这个时阵，唔知有偌久无去听到外口吠鸟、窗花在叫的遮的树的声音，唔知有偌久无去享受到外面产业一款的水环境。唔知有偌久，咱无去欣赏着，迄个一根拄拄甲咧出起，然后安尼咧来落山，一看咧美景。咱生活伫一款咧冷气间内边，我咧在驾车时，我若去到迄个教室的五楼，学生安尼一边咧冷气咧就开咧，我拢讲来。是啊，聪明，那跳开，那排去，啊，他那开开，
学生在无法度通接受无理气的这款教训。我讲我即晚恁若窗仔门开开吼，恁等下恁就讲安尼吼上不完。迄伫顶面啊，四面因为我迄大学迄边咱有去过遐，老人去过。这四面拢无微无沙，像咱这安尼起来，安尼风一出来，微微啊风吹一晚，偌凉凉的，偌好呢。唔知咱偌济时阵无去享受一番。我家己办公室无这个讲有冷气，无咧用，啊，所以我助理伫咧中间咧，啊，趁我去上课的时候，伊就开一个冷气，对啦，我两个倒转，我啊，我煞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哦，我两个，我管你做伊享受，哎。入去到办公室呢，开一个门，哦，伊讲老无冷气哦，我感觉我内底空气真歹，当然歹啊，你关几年规日的内底当然歹。啊，你搁讲安尼，无去甲伊拍开开，这个原来接触这歹空气，啊，都出去，啊，你搁第二个冷气啊，太阳好冷，啊，安尼是变怎样呢？啊，咱偌济人，安尼。吼、哦，入去到恁去店内面，入去到办公室，所以袂过去真侪上班的人，啊头昏昏脑肚都唔知伫咧创啥，伊拢呼吸一款的，唔知接触偌呼入来即款空气，搁底下用啊较凉的、较凉的。列位，咱唔知偌久偌济，你享受起来，我讲享受是咧讲起来较丰盛。换句话来讲，就是咧中间人伫遐不断不断咧追求，暗时落雨无去享受着上帝所予咱大自然在做遐个机会，咱有缘请问咱家己，唔知落雨咱要去予即个日光日头来晒着，吼、哦，咱而且若有人咧静坐，吼、哦，我退休了，我即马才有心力。啊，青椒啊，饲鸡，我感觉迄鸡若去后去晒了吼，迄鸡真硬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呢，咱也蛮感觉，咱若会当伫外面，所以上帝咧讲话讲，汗流满面，实际上讲话是把咱祝福，所以咱在座咱若请教咱的这长辈吼，伊个辛苦勇敢是安怎呢？就是汗流满面，爱去晒日，啊，若会晒日的比赛，啊，继续晒，吼、哦，认真晒拼，吼、哦，要辛苦勇敢。追求问题不是迄个目标，是咱上帝所予咱的一个心。咱在找什么？咱每一个人都爱找。圣经甲咱讲，先找上帝国，甲上帝的义，是心真要紧。有一个啊，有一个人。某一个暗时，伫路顶下面咧找啥物？咧找物件。哦，啊，伫遐找啦，找起咧咧。伊个厝边吼真好心，小哥妈咧来来倒帮忙，来倒找，要找啥物？他们讲无啊，啊，到底是要找啥物物件？哦，伊讲我咧找物件，要来只打岔，讲安尼吼，我讲无啦，你都找着对啊啦。啊，是啊啦，讲我是要找啥物件，你无讲。啊，无讲，干啦，我要找，我讲好啦，啊，要找啥物件？哦，本来来讲，你找啥物无重要，你著继续找，著开始找。尾也讲，好啦，为着你满足你的好奇心，我要找一支枪啦。哇，那海底望枪，哦，我咧枪听到大大机啦，啥物看咧枪来，我找，哦，我找来找一波，敢问讲啊，无啊哩，你枪你对拍，放几年？你对拍无几年？哇！你弯刀拍无去啦！我你弯刀拍无去吼，这样外头真奇怪啊！你恁刀拍无，你来挂路顶下面咧吹，哇！你是这样唔知啊？叫弯刀无电啦！吼、哦，这把电是贵贵啊！吼，路顶下面唔到有电，只有光我唔到吹，到看到哇！那是安怎？在路顶的下面咧吹，啊！你拍无是你做，啊！来这个吹，连威。咱人徛伫世间，咱心思游玩，差不多如梭经营呢。不断咧找，啊，不断咧找油，啊，到底呢？咧找啥物？你咧找啥？啊，方法是对啊，唔对；所在是对啊，唔对。爱伫上帝国内面，咱追求上帝国啊，上帝义呢？
啊，伫外面恶被吹，毋知吹啥，吼、啊，立位。咱的人生目标是啥物？你我今物咧吹是啥物？啊，知影咧吹啥？哎，知影咧吹啥是毋得吹着？那是知影，你找带到有方法，有哪方法去做？所以金钱希望用什么款方法去做？是观念希望，声望希望，名声希望，健康希望，只爱人帮你去掉的是，啊，都去继续找，可不是？有人辛苦用钱，人在底下在咧找。有人真有钱，人要伫遐追求，不断咧找，找到人生最后一站，煞咧叫啊，后世人要找，那是上帝国内面基督徒，是毋是？爱要倒转来，伫耶稣基督所咧讲内面，毋好为着吃的来跨度，基督徒他。为基督徒差异的多位，咱基督徒爱关心生活的问题，爱关心人生的问题，这是要紧。所以这些拢在多位，拢在上帝国的那边的福音。基督徒爱将上帝国甲上帝国的义放伫最优先，上帝国就是爱殿独行，爱殿行上帝国是上帝伫遐降临，基督徒就将咱的生活、咱的心交托伫上帝内面，也就是启示录伫中间所讲的新天新地内面，遐上帝。所属活命的居住，应要圣城。上帝国，哪一讲的有礼法，就是在咱地面上，今仔日会教会。上帝国就是地面上上帝名所设立的教会，哪里教会？人间的教会啊！有何教派教会上帝国，咱兴往上帝国，咱追求参悟上帝国，实践上帝的国，上帝的国的内面，上帝的义，也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，伊来为着你。为着我，咱的罪过，来是，予咱会当得到赦免，来得到头发，予咱会当得到孝顺，予咱会当甲上帝一块破裂的关系，搁恢复亲像早时伫爱天堂内面甲上帝的这个关系，那是安尼。在上帝国内面的规则，上帝国内面的这些的规范，都都亲像咱阿真见了讲，在日本有日本的规范，伊的规则是这个道平这个规则，那是这个咱是外车边的台湾车，你若去到日本，就爱照日本的款，你若到台湾，照台湾车。在上帝国内面就是安尼。咱伫上帝国内面，伫教会内面，而且有三个就是伫教会生活内面，公义，教会生活内面，上帝国予咱圣洁，予咱和睦，这个就是咱伫遮三个真要紧。伫教会内面追求圣洁，离开遮罪恶横横。追求这个公义，唔通偏私一家，和睦彼此包容谈论是，那是安尼，那最是一个基督徒，
就是就道瓦人士所说，你看咱献咱本身做瓦器，当作瓦器啊，咱就是只爱来有性格的生活，公益的生活，和睦的建成性，和其他人无伫即个团体内面，会当因为你的行出，会知影哇，原来伫上帝国内面就是一张好的生活。一个家庭那底下里里啦啦底下差个拉个，你的生活就伫迄个中间，无有或者恩望，安尼伊的衣裳啦，伊的食食啦，就伫迄个中间呢啊，跨越去做。那是一个家庭有上帝国内面呢，有欢喜快乐，啊，食的衣裳啦，食跨越。敢毋是由缘对得来？耶稣基督是我心中上帝国，上帝义就只安拢要互你。所以咱今仔日咧找求，是咧找什么呢？咱得找求迄个上要紧。哦，咱得爱上啊，第一个优先啊，是上帝国内面，是教会内面，是上帝真理内面。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将我们本身的画面，将我们本身摆在上帝面前，像这样的快乐的消耗，因上帝本身自己负责。上帝既然让你让我让我们来到世间，上帝负责，因为我们如果将我们自己本身完完全全交托，不合会完全交托，背景完全交托，咱是不是有缘的到完全交托咱的画面，参悟兴旺啊，尽心拍拼啊，温温最高，无要落苦，在上帝国内面，共同来努力，就吃的拢不是问题。吃啦，穿啦，吃上帝保障，上帝家己负责，请同心阿爸来感谢。特别我上帝你的面前，我感谢。